这一看就干过活的，哎，快弄一点过来，来给你给拿过去。哎，我好像一头驴啊！老实点，别掉井子。来，你来弄一下。 其实挺好玩的，你感觉他那个压碎的感觉。我们太累了，这是我们不应该承受，我们就变成要干活了。走，我想喝个这个哎，喝哪个？头骨米稀啊？早上喝的。 不用，不要，现在可以喝，早上没喝吗？不是，这是什么味儿的呀？是那个里面有炼乳，它就有中药，就一天只要不超过6杯就没问题。黄老师，给你泡一个吧。大花，哎，先帮我把香菇拿上来。好，我来蒸一个鸡。 蒸个香菇鸡，这是我给你做的最后一顿晚饭了。以后还会有，以后我还会做，但你不会在，主要是。我会去你家。 缠上我，上我们家用。我去你家，可以吗？哦呦，好烫，你手不烫吗？对，我手不烫。洗干净再切，先摘，摘完再洗。没事，我来弄，搁这块儿里去。可以帮你摘菜。 行，那把这蒜苗摘了。现在就摘吗？摘吧，摘了。那我现在要先去洗，用热水洗，洗菜一样美美的。